最后搁一个沙发，拜托你啊！你感觉我袂遐坐过？绝对袂歹坐啊！我袂遐歹啊！摸起来，遐保龙是无遐坐啊！我当讲是老岁老弟。对啊。保龙是坐个，坐一半尔。我找你钱啊！啊，找谁？你找我呀？有事有啦。来，我爸。啊？没几万？无。我的手机摔死了。我要吃肥大鱼，要吃桂圈包，要吃啥？肥大片干，啊！你手也够肥大，肥大上好肥了。啊，这肥大鱼怎啊细块啦？这当用煎的就好。这免三百，免几千块啦，免一个200块惊钱就好，200块。一只惊钱上好啉就好，200块攞200块。啊？200块你要来啊？老白红了，这是老主角。这个少爷，这个少爷，这个少爷，这个我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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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脚我。这个要吗？白带要了，白带就不用推销就要了。好的。要不要姐？要我两个。哎，黑妞，黑妞，你要几多？你要几多？能发够没有？你叫我捧你，你听个怕，听个怕。能发票没来吗？姐，弟弟叫我捧鱼，叫伊骂我怕。哎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拍水，拍水，拍水。这个几万块没有？减几百，这种吧，嗯。这个几万块没来？啊！这边小孩有咩来？无去找同学啊！我其实我老爸种葡萄，有咩来无？啊，小姐，大哥来咩事？有咩只鸟牌无？大铁牛牌。那我只八卦地了，我只直接讲无。看有咩只石木鱼丸。三百蚊鱼啊，我蚊排，一百块差不多吃100块，一百了啊，一百差不多吃100块。今天无人，我老爸车坐个，今天无人。还是附近的哦，五十多。50多，一瓶两瓶啊，三百一个人家买，同个三百块差不多吃，听讲好啊，我一定要吃。
沙发上面啊，沙发风炉，到咩啊？好笑啊，大，相信我，我无你买百五炉，你试着我嘛。哦，你卖买先，你买100炉嘛。有买就人吃，啊，这个鸡翅绝对没有你失望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啊，最后这个百五上面也无啊，百五风炉一百炉，百五最后这个上面啊，多少钱嘛？三五。你有那个香菜不？哎，这两包鸡肝上面吃，一百块上面吃，两包中鸡肝一百块上面，一百块。鸡翅啦，鸡翅啦，鸡翅啦，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，鸡翅啦一包上面吃不？来边吃肉翅来不？三百几啊，我们两百上面吃肉翅来200块了。两百上面吃肉翅来200块了。我准备要处理啊，其实我无要吃两个啊。我不要恁全部人给钱摕袂离啊！我要让你们钱摕袂离，恁敢听有意思？我怕准备甲提醒我处理啊！我不要今麦这个气氛。好了，喂。我要甲牺牲我自己啊！你钱啊紧变啊！我牺牲的物件卖去计价少，我牺牲的东西你不要计价。这台好啊，这台好。全部台好，我早头就是要处理。两百双手机，收条平啊讲。收条平啊讲。三个，我面前就是条三个来，姐姐。这大项拢正，拢可以。两百最后这个上面无啊？刚开出来是要处理啊，来最后这两百上面啊，到前面啊，等我做。你还没到了？啊，给这对方来个倒数。给对方。来过来。一千块钱。进来。千块啊！来，你们吃啥？蛤蟆后边刚过五吨了。我今天早上讲，我休困了。这全部就十二个人加买就好啊，十块就好啊，一瓶六个。来，两个。后边，六个的啊。好啊，你今日来只小淘宝小妹子，你嘛可能你刚工的时阵啊，我先来只水一放下啊，唔好话未生活，今日食饱准备要吐啊。买咩只啊？一个人要食只猪脚，咁解切好啊，细细。要食开三百都。一包三百，还两包三包，四包。
四包，还是包上面，三包都。三包有咩啊？三包，猪卡。Thank you.